嗯，大主编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没养成敲门的好习惯啊？这么多年，老同学有必要这么进来吗？我还真没有你这种老同学。为了对付我，你竟然利用棋垒。哎呀，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。咱们在商言商，如果你玩不起，认输嘛。 你要是喜欢用这种方式玩下去，那行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哼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。那咱们走着瞧呗。哟，孙总来了。嗯。陈总编。嗯。咱们针锋上这么专业的杂志，这一次的评选应该不会专门为了某个人开个后门什么之类的吧？ 你们的关系我懂的。孙总这次过来，不是专门过来警告我的吧？我哪儿敢呀！我最多也就提醒提醒而已。而且为了表达我对贵社的尊重，这次我是专门过来送照片的。这孙总要求还真完美啊！放心。 这照片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。谢谢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两位了，你们接着聊，先撤吧。嗯，拜拜。陈总编，如果这次赢了，请你吃饭。金总，这就是您的休息室了，请在这里稍等一下，摄影棚正在准备，一切就绪，马上来找您。好，谢谢。 哎，真是巧啊！在哪儿都能遇到你。这里还有别的休息室，我想安静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其他休息室现在都有人在使用。阿迪。哎，小梅姐，这位是青野设计师，这位是陆总。陆总，要不先给您造型？ 我就算了吧，谢谢你。就是我们陆总这么帅，根本不需要化妆师。对呀，他真是多性感啊，跟他睫毛好，好长啊。对呀，这又有品味，鼻子那么挺，超有型。这是你们针锋上的休息室，还是交易所？你们都不用工作了吗？还是嫌工资发的太多啊？ 秦总，您这点钱吧。我有事，这就交给你了。哇，耍大牌哦，何必要难为下边的人呢？假惺惺的，装什么好人呀？哼哼，果然是大设计师哈，这脾气就是大。 好，衣服整理一下，先人装补一下。对，右边头发，领结，领结。先是后边衣服，对，再拉一下。好，OK， 好，先试个光啊。哎呀，你接近伊恩，肯定是有目的啊。哼哼，一个男人。 接触这么优秀、这么能干的女人，会有什么目的呢？难道说除了我以外就没有其他男人接近过她吗？我一眼就看出来，你接近她，肯定不是单纯的原因。哦，那我搞不清楚了。一个男人欣赏一个女人、追求一个女人，在我看来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你是不是过于敏感了呢？好 ，OK， 咱们开始吧。OK， 谢谢。哎呀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 对英没安好心。嗯，如果说因为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而追求她就是没安好心的话，那你岂不是一直都没有安好心呢？我警告你，你给我离英远一点，远一点。怎么样才算是远一点呢？难道你忘记我们俩是邻居？ 而且又是合作伙伴，于公于私，交集只会越来越多。还有啊，沈烟。
他是单身，我和你有同样的机会去追求的。难道你对自己这么大的没有自信吗？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无耻啊？嗯，看得出来，你很在乎他。那么他对你呢？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用不着你来关心，是不是？你想太多了。我真没有空关心，我只是善意的提醒你，不要自作多情而已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哦，那说说看，你想搞垮艾丽森？艾丽森，我为什么要搞垮她呢？她可是我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。嗯，一片硬把股份给你，还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你告诉我，那些股份值多少钱呢？我在乎吗？再说，我要给的是他自己，不要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 你喜欢这么聊天是吗？好啊，那待一会儿我就约上沈烟吃吃饭、喝喝茶，然后再去他们家，认认真真、仔仔细细的研究一下那些股份该如何处置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就保持这个状态，非常棒。出了。难道沈烟就喜欢从原始社会回来的野蛮人吗？哇哦！ 秦爷，你干什么？看来秦大设计师对我的敌意不是一星半点啊。我相信秦爷不是一个轻易动粗的人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是我故意在挑衅？我的意思是，也许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误会。哇，今天拍的差不多了吧？ 要不然咱们先到这儿，安迪，拿过来看看怎么样？好的。嗯，看看，怎么样？哇，这张照片好有味道哎，我应该多爆料一下你们两位，肯定特别吸粉的。稍等一下，就是这一张。哇，果然有意境，不愧是国内一流摄影师拍出的作品啊，让我想起了一部。 美国的电影《愤怒的公牛》，曾主编，很感谢你今天对我的安排，谢谢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今天辛苦了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很抱歉，我提前有约。哦，那就改天。OK， 再见。嗯，拜拜。 那我们去吃吧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公事。哎，啊，这他也该反省一下了，做事总是那么冲动。这秦野啊，也是太在乎你了，不过的确太小孩。